台东今年是照办绿气球的嘉年华会，为七月七日到八月十五。因为七月十五开始，政府嘛有新的进行观光措施，对活动有哪有加分的效果，所以即阵啊，即绿气球体验的线订注文拢已经完。透早六点，七条气球徛在台东龙岩高台。台东县政府正式宣布，连续办十一年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，今年照办，会遵守疫情管制规定，为七月七日到八月十五举行。目前已经邀请三十多条国内外热气球，其中二十条外国球是第一摆来台湾，不过官府暂时保密，无被公布。先不公布，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上我们热气球的网站哦。那我们随时会公布，它的抵达的时间，然后以及什么时候要出场。官府强调，这摆热气球嘉年华会，飞行员甲地面工作人员拢一定爱做三剂疫苗才能进场服务。游客也爱做两剂以上，或者是有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入来。目前官府统计，四十五天的热气球体验预约拢已满，啊，不过也是有现场票用当一台币。台东的陆续业者也表示，目前部分饭店七月份已经接到五成的预订，加卖台东观光，即马靠热气球嘉年华会来提进经。我们目前，在七月份的一个住房来讲，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起来，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。在七月十五号开始有特色团体旅游的活动，以及我们游客自由行的住宿优惠补助，相信能够带给我们整个台东预祝一个非常大的活水。观光局七月十五正式上路进行旅游方案，台东县被列为补助地区。即马县府提前一个月宣布，热气球嘉年华会照常办，旅游业也咧规划推出在地优惠方案，进行台东的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